今天是周六，现在是21:03，我马上要吃晚饭了，所以晚上可能就不会吃夜宵了，因为时间实在是太近了。我们中午刚刚吃完饭，然后收拾完了之后就马不停蹄躺在床上休息，休息过后起来之后马不停蹄又开始做饭，然后现在还差一道菜，我已经把我做的已经做完了。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我炒的花蛤，然后这个是小龙虾，这个也是小龙虾，炒了两份，是因为有两个味道。这个是我五花肉炖豆角，这个是我二表姐做的炒田螺，因为她是南昌人，然后就超级喜欢吃螺丝。这个是我做的青瓜肉丸汤，青瓜肉丸汤就是黄瓜肉丸了。然后我二表姐现在正在做辣椒炒肉，马上就要吃饭了，这两个人在看 mini 的视频。你是疯了吧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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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好吃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快！今天还收到了两束鲜花，这么大。现在他们来我家都越来越懂事了。我刚吃完收拾完，真的要累死了。